他先补人的，这没办法，他先补人的。哎，对面，我操你妈，什么情况这是？这什么情况？他拿把手枪跳到那个窗户上，崩到那个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他妈你打死打倒这个人也要补。日历仙人。 哎，有多少分好像？你妈的刀头啊！操你哥！我这扫背不行。回头救一下，蚊子窝，蚊子窝，咕咕咕！啊！砰！ 这咋不死？你救他吧，我打。打不起，我打。掉，还不用对枪呢。妈给他扫被打死。本来是回个大铲，能不打？打不了。少一个。没子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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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子弹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啊，我死了。死了，反炮，反炮有人。我一枪，我一枪。 我上楼，我上楼，别急。妈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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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打完了，哎，怎么会？哎，我操！哦哟，你也会这套路的？大意是大意啦。右边，右边就是你看的。还有，别吵！阿西阿姆丢的，这雷就是他丢的。阿姆西的毒，应该是加枪的了。阿姆西的毒，阿姆西的毒，应该就剩个加枪的。阿姆西的毒，阿姆西的毒。哎，就不交流。阿姆西的毒。死了狗叫啊！阿姆西的毒，干扰队友。他妈的，那不是你吧？我操，这人他妈大炮也太满了吧！打不上吧？我操，911也会用六倍压枪呐！911六倍真比你压的好吧？他的 DPI。来雷喽，文德武。不可能。刚好自己想象。这阳台房有个一楼小的那个小平房，有个就在打那个好雷，雷声机械好像真的在哪打的，平房里面一楼，一楼太难了，二打一了，快点。我说实话啊，他以为他厉害，我说实话，给让人家吃把鸡吧，吃锤子别。哎，这被收了。操你妈！吓老子一跳！我操！还你妈摆个油桶在里边呗！我操，这人真的恶心！操！老子吓得手他妈。